近日呢，国家医保局表示，春节前全国公立医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单人份价格将全部下降到80元以内。此前呢，已经有北京、天津、四川、福建、海南、浙江和西藏等13个省份的公立机构下调了核酸检测的费用。陕西、福建10个样本混合检测费用仅需要15元，北京、天津、浙江10个样本混合检测费用均调整为20元。此外，北京、陕西等地还出台政策，将核酸检测费用纳入了医保。